这天我看着就头疼。直男而上嘛。哎，其实很简单。嗯。设三乘现在我们两边取对数 log x 等于 log 三乘一点x 等于41.31。哦，也就是说，张大伯本来欠的这3块钱，被剥削的利息是41.31减3，就等于38.31。这地主老财还让人活吗？志宏，忘了旧社会吗？